花伞学名 Amphriscus sylvestris， 又称牛欧芹、野山萝卜，也会欧芹、安妮女王花边或 cake， 是伞形科 Apiaceae 花伞属的二年生或短命多年生植物。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雏菊母亲，尤其是在英格兰，但这个名称也适用于山楂。原产地欧洲、西亚、西北非。Anthriscus sylvestris 的俗名是牛欧芹，野山萝卜也会欧芹、安妮女王花边或 cake， 它是伞形科 Apiaceae 花季属的二年生或短命多年生植物。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雏菊母亲，尤其是在英格兰，但这个名称也适用于山楂。原产地欧洲、西亚、西北非。花伞 Anthriscus sylvestris， 又称牛欧芹、野山萝卜，也会欧芹、安妮女王花边或 cake， 是伞形科 Apiaceae 花伞属的二年生或短命多年生植物。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雏菊母亲，尤其是在英格兰，但这个名称也适用于山楂。原产地欧洲、西亚、西北非。花伞 Anthriscus sylvestris， 又称牛欧芹、野山萝卜，也会欧芹、安妮女王花边或 cake， 是伞形科Apiaceae 花伞属的二年生或短命多年生植物。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雏菊母亲，尤其是在英格兰，但这个名称也适用于山楂。原产地欧洲、西亚、西北非。花伞 Anthriscus sylvestris， 又称牛欧芹、野山萝卜，也会欧芹、安妮女王花边或 cake， 是伞形科 Apiaceae 花伞属的二年生或短命多年生植物。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雏菊母亲，尤其是在英格兰，但这个名称也适用于山楂。原产地欧洲、西亚、西北非。